哈库罗，大家安安，这里是 Alice， 我是白狼，哈库罗德斯。这一次要继续我们的雅克啦。接下来不晓得这个任务是什么呢？可能是最后的那个任务了吧。那有件事希望你可以帮忙。这个神鹰实在太引人注目了，总感觉怪物会因为这个一直出现，所以对这个很在意。现在是把水晶藏在乐视堆的某处，哈哈，很终于吧？猜猜在哪里？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把这个遮起来的东西。没错，所以周围好像有不少废铁，我们也会一起帮忙。废弃物处理厂3内有废铁，清除之后收集软软的废铁堆30个左右应该足够了。照理来说铁应该是硬的啊，为什么会是软的呢？我以为是最后的任务呢，结果不是，还要我去跑腿。有这些应该就够了。巴克巴克正在收集应急粮食，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帮忙吗？哈哈，这里有蛮多东西可以吃的，所以想趁现在多储存一下应急粮食。河鼠的下水道二那边有变种有特里亚。你要吃那个感觉发黑的很诡异的东东吗？这也太远了吧，直接让我瞬间移动到那边去不是更好吗？远到一个炸掉啊。这样准备都差不多结束了，现在都准备好了，该去旅行的耶。前一段他说他要把那个黑色的很诡异的那个尾巴分给其他人，那个东西真的能吃吗？要跟你告别了呢，这段期间真谢谢你啊。可以，还有一个。我们克拉班也应该要为了你做些什么的，单方面的接受帮助不能称作朋友，所以我们做了些东西，你愿意收下吗？不是很习惯这种状况，好像需要深呼吸一下。是利用周围的零件来强化我的电波装置，这样即使距离很远也可以一起。果然电波是很伟大的，呵呵。旅途中如果想起我们的话，就使用电波装置吧，我们随时都会回应你的。哈哈，应该会很好奇我的新歌吧，听得会中毒，绝对忘不了的。你很喜欢？水晶都准备好了，现在该走了。我不认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希望你们可以找到你们梦想中的乐园。雅克，你也有要做的事情对吧？也希望你一切顺利。那么我们就告辞，一定可以再见面的。再见了，祝你好运。
用这个就可以将漫长的西部这段计划画下句点吗？这次好像也有些阻碍呢。那个地方深藏的力量原来不是什么强大的力量吗？上次也是受到外部阻碍仪式的关系，整个行星表面都毁掉了。即使再次尝试，结果竟然只是这样，不觉得目前为止的损失太大了吗？原来你还活着，雅克少尉。哈哈哈哈。所有人都离开了，这里的事情应该也都忙完了，去找别的事情做吧。联络克拉班，这是啥？跟克拉班离开时接收的电波装置来进行联络，依照通信的对象来获得对应加持效果，不会受到加持持续时间增加和冷却的能力影响。所以说，这个技能应该是就跟那个幻兽师的那个卡牌是差不多的东西，只是我觉得你这个系统 AI 在右下角出现的话很挡路的，很挡我的视线。再来就是领那个雅克事前登录的礼物啦。是什么？初始通行券？这个是那个吗？辅助武器？这个看起来好像苹果，呵呵，挺像的。雅克事前创建礼物，雅克硬币啊，这个我要给幻兽。需要的是这个宠物，还有这个宠物装备交换券，还有这个幽灵王冠交换券，然后还有名牌跟聊天戒指。接着是伤害之行，又是这个情况，这个感觉比卡蒂娜事前创角的那个还要小一点点，个人觉得啊，有点小。还有可以领的吗？啊，这个也要，三个。接着就剩下的那些东西全部都给幻兽。吧，应该是都拿完了。好，这个是在7月4号之前创雅克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事前登录的礼物箱。怎么这么多人在用这个啊？快点，我要用，让我用啊。好小一只哦。好啦，那么就先这样吧。话说回来，他的宠物叫玛丽，马尔呢？个人是觉得蛮像马尔的啦，个人觉得啦。OK， 那么这个真的都没有办法领耶，
雅克的实况呢，差不多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。那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请在下方点个喜欢，也可以按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，实时追踪我，还有宣传我的频道。我是白狼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下一次的话，没意外应该是姑姑神社，那我们就姑姑神社见啦，呵呵，拜拜。